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。这个今天呢又是一个下雨天啊，这个下雨天呢我们要坚持每天更新的话呢啊，我们就在这个走廊里面吧。现在是八点四十左右吧，八点半左右啊，这个雨看样子是停不了了啊。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这个鞭杆，银手鞭杆，山西的银手鞭杆啊。上次我们学到了马步压打，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下面的动作学啊。这个学之前呢啊，我们先来复习啊，我把这个拍摄的这个东西放在这个走廊里，我在外面那个雨地，现在好像雨不是很大了。好，好，我们争取把它搞完。好，现在雨下的不是很大，我们争取把它先复习一遍，然后再接下面的动作啊。好，这有水啊，有水也不要紧。好，看预备四，开步撩裆，左右挤耳，转身扫腿，反正这有水啊，不是，转身扫腿。上步挑边，挑边，劈，拦腰横截，拦腰横截，转身盖打，然后侧身跨边，侧身跨边，反搓，插步反搓，转身平搓。啊，转身平搓，啊，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，转身平搓的时候还是向上的，啊，下搓边，转身压打，转身压打，上步挑边，灌耳边，上步挑边。插步格挡，插步格挡，弓步前刺，转身格挡，转身格挡，弓步搓把，左盖把，下左边，左右踢边。蹬搓把，是吧？啊，甩飞边，甩左右飞边，转身扔扫，啊，转身扔扫。啊，你这里有一棵小树，不知道看到没，能不能挡住，所以我现在到这边横扔扫，反劈急头，插步反搓，并步前搓，换左右换把，换把啊，右盖把背边，虚步背边，啊，虚步背边，甩抱边，甩抱边，啊，转身举边，转身举边，啊，转身举边，啊，这个转身举边的时候，要注意这左手不要松，啊，不要松，抱边的时候。
左手不要松啊，把它转过来啊，右手在前面，左手在后面，左手从右手的右手右背的内里边上来，然后转身几边，弓步下扫，提鞭，独立疙瘩，提膝，提膝下扫，啊，下扫，弓步前扫，配步压鞭，虚步疙瘩，虚步疙瘩行，并步点鞭，并步点鞭，转身左右左边，左右左右，每左边两下，右边两下，左右左边，左边两下，右边两下，柔挑鞭，左手绕一个圈，转身体右转，挑鞭，左手挑，哎，左右挑鞭以后挑啊，然后转身擦步上边，擦步上左，下面马步。马步下倒，马步下倒以后，我们马步前劈，并步收边，马步左边，马步前出，马步前出以后，然后甩马步左前以后，五花脱边，五花脱边啊。十字鞭，十字鞭，十字鞭啊，十字鞭，然后十字鞭，弓步斜扫，弓步，弓步斜扫，挑劈鞭，挑劈鞭。马步下压，好，那么前面学过的就是这么多，那么下面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，马步下压以后，擦步，后擦步，飞鞭，跨鞭啊，我讲错了，是跨鞭，飞鞭不一样，啊，马步下压。擦步，先把右步身体右转，右腿配步，两手把手不要离开边，身体继续右转，提起来，然后把左腿向后擦步，这个左擦步后擦步，举边，跨边，啊，跨边和跨边背边是。鞭在后面，跨鞭是鞭在前面，鞭在右背的前面，啊，擦步，好，那么我们换一个方向，为了大家看清楚，啊，我们换一个方向，你看，如果配步，右腿配步，身体右转，然后呢，左脚再向后擦步，把。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鞭在右背的前边，在腋下，右背的腋下。那么看，这是跨鞭啊。这个跨鞭呢，我们在这个银手鞭杆套路的前半部分，前边已经有过一个动作是跨鞭，跨鞭。那个跨鞭呢，这个
这个是擦布后往后的，好，那么今天呢就学这一个跨边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啊，不是像这边的啊，是像这边的。我们为了大家看的方便，啊，跨边，身体右转，然后呢把左腿把右腿后侧一点，跨边也同时呢把左腿再向在右腿的后面向后擦，这种后擦步跨边。后擦步跨边，好，今天呢还好，今天我们的命运很好，这个天气虽然刚才下了很小，但是一直没有下了。今天早晨我一直在找机会把今天的这个播出去，但是一直在找这个机会，它隔个几分钟它下一阵很大的，你人不能站，隔个几分钟下一阵很大的，哎。我们在这个十分钟之内它不下，我们就把这个学完了啊。喜欢的朋友呢可以那个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其他的动作。好啊，这个天气很照顾我们。好啊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哎，正好现在已经又开始想下大了，再见了朋友们。